放十万的炮啊！阮今日是南部新办阵营冠军，阮只做第一站，所以来只先甲那十万的炮做第一站。啊，阮下阮已经赢了，啊，希望朋友只会当流传落去哦，大家拢知影有一间庙，一间庙盖香盖灵，哎，冥冥之中就是被高承载管制，就开到这里。我不会这样，哎呀，就这样，那就结业了。我这个少年的吼，我微博熟悉啊，朋友圈就甲阮牵线来去演哦。什么原因呢？咱春节的时候呐吼，啊，就是有这跋八六十六万的，啊，结果伊拄我拄接到一通电话，讲啊，迄种号做到几点啦吼，啊，我讲到八点，结果伊来跋八，有顶顶甲无顶啦吼。我知伊甲朋友所求就讲吼，我要结缘啦吼。我来来钓六十六万的时阵啦吼，要来赚头十万啊。重点就是讲，囡仔讲吼，要等于南昆新的时阵吼，头一站成为本府前世，才来甲阿协助吼。啊，了甲倒去南昆新，哇，阮本府前世感觉民主才有够大，迄个圣归王就是因啦吼。啊，叫今仔日吼，拢来吼兴冠，有够感动的就是讲。起庙以来啦吼，头一摆讲来过路的人吼，搁家己有法师也来吼，啊有战袍吼，有够老热的吼，啊十七人前跟朋友前侪真正有够兴的，有法度吼来找这万千爷啊来斗三工吼，啊来家己斗法律吼，阮这朋友前侪乡会愈来愈兴旺啊吼，吼全台湾全世界人拢知影一间唯一的一间吼主事朋友前侪的一间庙啦吼，啊遮所有信徒啦知影的话吼，然后遮路过一七二县道吼，会当来遮啊朋友前侪拜。保身体健康吼，平安快乐。神神啊，林家蒋地主和严蒋地主领顶，拱就咱南天宫，咱本府千岁圣情来参拜玉皇大天主显蒋高上帝，嘛请着咱众神赐福降真赐福，来庇佑咱林家蒋神神领顶，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来拜三拜，再拜。三民府公路一百四十七至二号，咱众神神领顶啊，天主啊。这个用时吉日哦，来前往咱南天宫来进香参加回乡，望请着咱本府千岁开咱林家，咱这个万神爷广众神圣，会当继续庇佑咱林家地主林顶出外，会当奉香化吉，事事顺利来拜三拜，再拜三拜。现茶，再现茶。三线茶，来至少给三杯。
今天你们的医疗在哪里？